哎呦，哎呦啊，啊嘿嘿呀，好一样好一样，好一样好哦。来杯子这里。啊，我爸阿仔，我是八一的，干么呢？我多岁？哦。要去抗争这个爱狗乐园哦，因为他那个狗啊这么多只，他的那个大小粪便啊，会污染我们这个马太安溪啊，一直到出海口花莲去，整条的阿美族使用的这一条河流啊，所以我们严重的抗议啊。一个不懂文化的县政府在这边撒野，每一年最后一天，我们就来这个河流哦，把身上的不干净的。把它洗成掉，所以说河流对板造是相当的重要。对，那其实这一波的过去是要让政府稍微醒一下，不是只有那个形状转那个形，要转要醒一下。对，想一下，大多是人。我也没有比这个所谓来的汉人来的弱或者来的差，对啊，所以说台湾要这块土地，我们大家讲公平，你就要先把过去失去的或者做道歉，或者是说做一些实质上的作为，对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启对谈的一扇门。那其实这次如果走上去，我是希望这个政府。那个老人家期待的一种东西叫做土地，希望他能够开启第一扇的门，土地你先归还，那自己怎么归还，到传统利益什么，那我们当然是希望，像这种刚刚有讲什么元宝地，你都承认了，我们以前在这边使用，叫我们去登记，怎么会有那种5年，然后再10年的那种一个时间的效用，所以想一下政府，思考一下，是。有时候看看，就是去，待会我们也进去一下，跟凯利达的那个，哦，都有，我是这样讲，大家解读一下，待会的那个木柱上面哈，都是有部落的祖灵在上面哈，那个木头不要随便去摸，然后进去的时候不要大声讲话，保持一个虔诚的，就当作是一个庙，好，哦，然后如果不舒服的话就出来门外，就可以的那个银川纸质帐的那个。台风的主屋的土一天倒的，刚刚台风吹倒之前的，到时候 OK 嘛哈？他就是用他那时候描绘出来的格局重新重建。对，这边在40，那时候台风吹。对蔡英文施压，喊得不得了，那喊叫你好。因为历史转型正义什么都那么好，今天那边我们叫做为历史正义。之前的工作是一个职业军人，那年纪很轻，大概十五岁就从军了，那一直投效这个国家大概15年了，那在30岁那一年，我决定离开军中，然后做一些我自己希望做的事情。那于是我就回到了我的故乡，花莲县太巴郎。回到部落这7年呢，哦，一直在土地上面，那也跟族人这边讨论，那才知道说自己的故乡原来土地这么的限缩，那也跟之前的老人家讲的那种传统礼仪的是多么的宽大。你的土地限缩非常小，年轻人他不会回来部落，部落的哥哥哦弟弟他们就讲啊，他们就讲说，我们明明有这个体力，可是我们的田就像两甲三角，一早上就做完了，那他希望有再大的土地啊，因为他可以做一天啊，所以年轻人就到了下午他就在休息，这表示什么？以前我们土地很大，我们可以做到这么宽大的土地的一个耕作的能力。
那时候我们就发起为这个土地而走，然后走进各个部落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各个部落他们同样都是有土地的问题。像这个甘蔗田，然后一路我们就找总统府，那真的带吃的北上，很不错哦。那对岸随便去政府，他们态度都是非常差。我们在走这五六天的情况下都是漠不关心。好，那我那时候非常沉痛。我说如果他没有给我这个非常好的那个回应的话，我就是说我会用想怎么样，我会去跟各部落去讲这个土地的不公义的事情。那是不是能够再用族群跟族群的方式去串联？哦，来去诉说土地上面这块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当时我是有讲这句话。那现在在做这个串联，也是承诺当初讲的这句话，因为台湾的土地也没有去改变什么，就对原住民这一块，那反而更多的饭店也起来，那比如说爱口宴要新建啊，然后。那个三元的饭店要盖比美丽湾大四倍的啊，那吉伦又来一个 BOT 啊，这根本就是漠视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同意啊，在这个部落上面使用这土地都没有解决，你反而要一直盖，那也没有相关的很大的问题说找原住民来谈关于土地的事情，我觉得都没有，所以这也是让我们非常失望。所以说这次我们又去做一个，刚好这个蔡英文总统他要8月1号在原住民的这个所谓他定的纪念日，我不认为那个是纪念日哈。那他选前说了，他当选就要对原住民道歉。我个人是相当期待。那但是我也知道他也许可能就是一个演说式，所以我去游走部落去游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跟我们那种想法是一样？刚好我们走到的时候6点钟，上班吗？嘿，那你也知道长官就会在那个什么大楼下面聊天嘛。我就在那边喊几位嘛，我就喊几位，我就说几位都是自己族人，我就拿给他我的飘带，就是为历史正义而走。然后那个警卫我也知道族人，我就打招呼，打个电话给你长官叫他出来。那当然人家会说，我凭什么要叫长官出来？结果他真的打电话啊，他就说不方便。我说在那边聊天啊，我就这样喊啊，我就站在那个铁门啊，我就喊，看得到就对了。对，我就喊啊，我就喊出来。然后那个警卫就，我好像喊两声，那警卫就过去。他们就慢慢走出来，那长官就走出来，大家就围过去。我就说，长官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，这岛上的族人很不喜欢这个东西。他就点头这样啊，我说啊，你什么时候迁走？不是说要迁走了吗？有，我们8月11号要做迁长的那个会议。然后当然族人就讲说那个是骗人的啦，他们骗我们那么多年了。然后我就说，你不能骗哦。那8月11号是什么会议？他说迁长。我说那参与者是谁？是不是全部岛上的族人都可以参与？他就说这会议不是他们主持的，所以他不知道有谁。结果我就跟他讲说。我说你知道我们为历史这些种，我们现在也在做串联各民族。如果你8月11号那个结果是非常差的哦，我们会号召族人哦坐船全部过来包围你，不是只有达悟族人哦，我就这样讲，我们会号召所有号召各族群来去包围你们。他就在那边笑了。我5年前走进去哈，大部分碰到的年纪大概都是落在50多岁、60岁这些。曾经抗争过，曾经表达非常强烈的部落，那这次去游走，这个年纪后有落在部落的中间的，也是就是说，可以从事部落的事务的主要中间干部，比如说30多岁、40出的这些中青年，那他们表达的都是非常棒，那他们大家都一直认为说，这国家应该要先针对我们现在失去的东西，你不是归还，就是要赔偿。这些种种的包含尊严的东西都是被抹灭掉，那是非常让我感到非常的，在我人生中啊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事情。有大智哦，
不会啦，我是这样会轻易放弃弟兄的吗？怎么行啊？你有拉我？偷学。你看。哎。哥。